又来偷看姚宝上课啦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不见啊？十个画币，换一个这个性格带孩子。成功兑换一把自动铅笔。吃饭去。哇，好漂亮的墙绘。你电风扇都关门啦。换个地方。又说卖吗？可以。满满的紫薯馅，我给你带一个牛奶。我的天哪！看你的东西好好吃，我还蘸香菇。不是吗？啊？你为什么不吃这个饼干呢？我要和我同学和老师一块分享。好的，那你去吧。所以我想快点吃，出发。